续。那这不继续还是人吗，兄弟们？哎，不对呀，这。六个重装战士厉害不？好像不太行哈。这重装这不行啊，这他是重装，好像不是那么很厉害。拿点猩红之月的不行的。天神。那个盖伦这不打工，不用，他刷的很快的，这个东西你只要刷他就刷的很快的，这是。真是换一个吧，两把三国了，这把再给我我也不玩了，真的我不玩了。没劲了，我这换个别的。我换个狼人。这不哪个狼人我这。俩魔抗，一腰带，我准备好了，一剑一念，这个样子啊。不拿了，让他重新刷。我这装备玩不了射手，我这装备一个大腰带加两个魔抗着，你说我怎么玩射手，对不对？不好，不好拿。咱得按装备来选英雄。咱们要么就猩红，要么咱就玩那个。玩什么来着？我忘了。这永恒之身是干嘛的？我看一眼啊。每过两秒，所有永恒之身的英雄会成长获得额外的属性。每过两秒，大树是永恒之身的呀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九永恒之身。哎，我应该上月神的吧，三个月神能升星是不是啊，三个。给的这玩意儿你不太得劲儿啊，这。嗯，你说是不是给的这玩意儿呢？给的这玩意儿也不是很让人得劲儿啊，我这一看呢。两个选择啊，一个我们就玩天神斗士，另外一个我们就玩猩红。
我的牙锁都不掉血。关键是看他到底一会儿来什么天选之人。哟，这大铲子。我来个大腰带。咱这音乐呀，要是去参加比赛去呀，指定就给个零分儿，太吵得慌了。两决斗大师浪人亚索，这应该还行啊。我是不是上个这个好一点啊？我就不上盖伦了，这有家猩红啊。这决斗大师有点猛啊，这决斗大师啊，好像不行了，让猩红之月给我拿下了。这个嘎里奥攻击力可有点高啊，咋这么难呢？这又来个御剑仙，玩不玩？到底玩不玩？到底玩什么？能不能给个指条明路，大哥？能不能换点别的？给个斗士也行啊！你说，难。难呢、啊，难。做人难呢、啊。哇，这什么呀？决斗大师成人。我六个决斗大师，把这卖了。打野应该没啥问题吧？应该是没啥问题的。狼人好像不用装攻速的装备，就装右装备就行。哎，就可右了图。我不要攻速装备，我不要，是不是没听懂？操！锁着甲，给了个帽子。我好，你也好。我还是想玩狼人。
他这是什么？他这是枪手吗？太肉了吧！我这蜘蛛，我这蜘蛛肉不肉？我这蜘蛛肉吧，太肉了！我这蜘蛛，猩红之月吧，这把不行，行不行？关键也不知道给啥天选之人呢。你说一会儿夸给我来个天神，我脑袋都疼。对，上个武器，哎呀，上个武器好了，没上去。上武器滑板鞋能挺猛，没事，这么地儿吧。太猛了，蜘蛛！来，寡妇，唰，摇卡特。把这卡特纯刮痧没用，这就是充电宝，你知道吗？这卡特就是充电宝。不给装备呀、啊、这也哎不是不给英雄啊，这是啥呀？这也没有，这也没有。哎呀，真难呐。滑板鞋是 E， 对，滑板鞋是拔毛，每根毛是4%。你这狼人会不会来呢？狼人我也不知道这波我要选什么东西，你这我选个啥呢？我来个锁着甲，这样我怎么玩都行。我给帽子给寡妇，我来个锁着甲来，操，锁着甲被选了，哎呀，这。走猩红了，狼人我放弃了。今天的目标好像很弱。不给羊刀，给电刀。砰！萨卡拉卡，你这不行，你那咖喱奥一星的不太行事儿啊！不行不行不行，不太行。漂亮。哎呦我操，我们马上就无敌了啊，七八阴口九星孔时光老头赶紧来至尊魔石尬聊。
电刀有个鸡巴用，电刀不是 A 的快吗？上个亚索呀，早说呀，咋不早说呢？说慢了啊。无所谓的，猩红之月现在就是无敌的，就是无敌的，特别的无敌。这个咖喱奥450点攻击力，你知道吧？40护甲，40魔抗，450点攻击力。对，忘了三星咖喱奥怎么被狼人给干的？那不行，那狼人主要是因为我没有鬼书啥的，我没捡治疗，我咋跟他打呀？再说人家三星狼人，那能一样吗？再给个那啥吧，千万别是铲子，我可求你了。屁都没递出来，我寻思我这轮刚好我差点，你知道吗？我寻思我递一手，可以获得天神羁绊。我看看啊，决斗大师的狂热，夜幽莲华，幽梦之灵，自然之力，三国猛将。哎，夜幽莲华是啥呀？可以转个决斗者，可以转个决斗大师，比如说寡妇决斗大师，是不是有点厉害？没啥玩意儿能上的呀。买个武器，天神给复仇，天神决斗。不行，九个猩红必须得是八人口，那就得九人口了，那上不去了呢。没事，这铲子不转也行，其实转个决斗大师应该能厉害点，但是需要俩攻速。没事，咱这后排这都不需要。这卡特琳娜就只能给我充电了。咖喱奥这边给我把他们全杀了，咖喱奥。哎呀，这个救赎有点恶心呐、啊，这个减伤，减伤。嗨呀，拿个卡特气气他。夜影，我给卡特给的什么装备？哎呀，不要在意这么多细节。我确实得给个转职，就是转决斗大师，
你们觉得谁比较合适？你们觉得星空之月里边谁转决斗大师比较合适？进是不是行？我确实得转个决斗大师。蜘蛛，蜘蛛是个屁蜘蛛。行不行啊蜘蛛啊。咖喱奥不让上装备，还上装备还无敌了呢，那450点攻击一上装备一下锤一个，一锤一个。蜘蛛一定行，蜘蛛是炮灰呀、啊、蜘蛛。莉莉亚是啥呀这。哎，我先上个劫啊、哦！正好我上个劫，我先给他试一试，我看看你这效果怎么样，小老弟。看看效果如何。滑板鞋还差点装备，滑板鞋再来点装备就猛了。复仇之矛三星了吗？没有，复仇之矛还我没有一个三星呢，我这两星都费劲呢。哎呦我操，给我俩派克，先结上着玩吧。我们上吧找老头啊。我看见俩建模了呀，我瞅着俩建模了呀，我这建模上不上没用啊，这一样的，都一样的，没啥区别。呀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忍者刺儿啊！这是啊，咖喱奥给我上！哼，哎呀，不堪一击，给我重锤！这是给我在这文艺复兴，你们看，你瞅这黄鸡，我上把，大上把，大大上把。没有大大上把，错了，我全都想要个黄鸡，哎，就是没有，哎，这把就是不要就来，你看，不要就来，要就没有，这是个啥玩意儿呢？枭雄，你滚蛋吧，不要，讨厌死。哎呀，攻速不错，哎，攻速不错，哎，这个也不错，我操，神装了，给个劲吧。没有上的呀，这要不我再上个派克，不给滑板鞋，给滑板鞋呀，这不是在等进的吗？哎呦，哎呦呦呦，这小猫，我操！小猫在干什么？哎呀，差我一块钱，这可怎么着？有点难受我这。我看
滑板鞋吧，滑板鞋 C。老头，老头，你们这给谁？这决斗大师，蜘蛛好像不能给，寡妇也有点浪费感觉。蜘蛛不能给，寡妇有点浪费，寡妇稍微有点浪费。来了，老头！哎呀，老头来了，老头！给派克吧，我觉得派克可以，派克应该能担此重任。老头来了，不敢担呐，老头。咖里奥来了，我们至尊魔神咖里奥。这多少？这多少攻击力？1200攻击力！我操你猴子，你还狼人是吧？嗯，狼人呢还？随便上一个，整个羊刀。有羊刀拿吗？算了，有劲，有劲拿劲吧。这样我们直接拉人口。随便挂一个都可以，挂个万豪啥的也行。随便挂一个吧，随便挂个什么凯隐万豪了，他们这五费英雄单挂都可以挂。没拿到，算了，没拿到拉倒了。凯隐也可以，红凯我们没玩过，不行我们来个红凯吧，红色的凯隐。他们现在五费英雄基本上都有单羁绊，什么枭雄，什么这个浪人宗师，宗师没有啊，浪人啥的。出来吧，咖喱奥，咖喱奥，1200攻击力，一下一个小朋友。第一名谁呀？第一名，第一名有这么狂妄吗？第一名，我不信，我不信。老头又什么耀光使，又永恒之身的，又来个老头，漂亮老头。给老头放这儿，给寡妇放这儿吧。现在基克已经改了，改成一格内的友军了，这老头不能放在这里，容易死。后排有点少啊，滑板鞋容易保不住，你知道吧。什么盖伦？盖伦是吧？1016。原来不是一格，原来两格，左边两格，右边两格。原来不是两格吗？
会往自己日了呀。电刀，电刀给个老头也行，其实都行吧，随便给吧。哦，早就改了呀，什么时候的事儿呢？我一直还以为它是两格的呢。挺长时间没玩了，晕了。给老头上点装备吧。派克，派克也能升。决斗大师派克，来回划船，刷刷刷刷，给派克吧。划船，从左边划到右边，从右边划到左边。谁算两星红？卡利斯塔，天选之人的滑板鞋。哎，但这星红之月，说句实话，这质量是真不行，一个三星也没有，这都啥呀？这也就咖里奥三星呢，这咖里奥一个平 A 打了1000多，这叫什么？至尊魔神，他有1200攻击力。我们马上就无敌了呀！这，如果我输一把，我就把钱全花了。这哥们两星凯隐，哦，天煞。三场战斗后可以变换形态，技能会因此获得强化。这哥们是给我整文艺复兴的，你看着没有？他这叫什么呢？他这叫元素刺儿，你知道吗？以前的那个召唤的元素刺儿，我感觉我要没了呢，这怎么？咖喱奥给我上锤！哎呦，重锤！他这不行啊，他这机甲刺儿不是元素刺儿，谁碰着我谁倒霉。升了得了，我升一手，上个黄鸡吧。黄鸡不没意思，上这玩意儿了，这个有意思。滑板鞋、派克、寡妇、进。那还有家三国呢，这个三国有黄鸡呀，他几个呀？他八三国啊，还是八三国？哎，不行不行，这万豪，这万豪不对劲儿，这万豪配老头有点傻逼，老头给他大，他跑去仰卧起坐，不能配这玩意儿了。我给大家来一件最后成型装备，好吧？这反甲我要了吧？我给这蜘蛛整成个无敌蜘蛛，来一个无敌蜘蛛。这没有五费卡吗？这都九人口了，五费卡都哪去了？太刺激了！升了呀？你升了？一次挑战。他
生了他。给他生不？还是瞎子猛一点，你看着没？还是瞎子猛一点。我这大蜘蛛，他这绝对就打不动。不让他生，不给他生。老头没了，这哥们儿。凯隐，要不就上凯隐，瞎子凯隐，瞎子吧，瞎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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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无论他怎么变，他都打不过我，因为我们已经是无敌了。我其实想退一手的，你知道吧？我想下下英雄，我要换几个来。这嘎里奥一上场，完了还二星的老头，哎呀，好无敌的嘎里奥，无敌吧？为什么能这么无敌呢？有些兄弟问了。